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客家大学堂。啊，今日好高兴来到丽江嘉应五叔同乡会，看到太白乡亲，准备我来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这会的历史，那个会员的发通，交流到嘉应五叔的李甘肃的，我在李金琴先生。其实我在丽江嘉应五叔同乡会的秘书，五叔的蛮艺术的。我哋呢个采用宋朝天佑年间嘅时候呢，无人先嚟唔发招人平人，唔再有嗰个嘉应族，所以我哋有个嘉应五叔嘅同乡会。你又在飞驰香港嘅历史，系咪好叫下咧？咁啊，60几年哟，六十几都系咪？有没有成立到咧？当然呢，咁啊，香港你就来到西皮。国民党嘅家属啊，或者嘅党员嘅官员嚟，为了乡亲们能够有个栖息嘅着落脚嘅地方，同埋交流乡亲，啊，所以就由党员嘅世界知名嘅吴太桥王子嘅李飞龙先生嘅，就出发创办一个同乡会，今天就联络每样新人吴化，较量平人吴人嘅各大乡亲。1956年，1年以后就正式在燕京酒庄宣布成立丽江嘉应五叔同乡会。我当年的会员有2000几人，好巴闭的啊！对呀，当年一家同乡会呢，就可是啊，10多万人，包括国民政府时的民政厅长、总理、将军啊，总都是一家同乡会，就是万人一员咯。参加一家同乡会有冇计福利嘅咧？当年嘅呢，就一个。你搬家义务教育嘅，你嘅同来搬家医疗服务有2家医务所，有5家呢就收班费嘅啊。当然就喊到咯，一直把天棚烧，其实本来你相亲嘅非常嘅知名业务嘅，但当然业务比较困难。李飞龙先生嘅就向香港政府争取到呢，华西嘅以上地段大概有10几公顷嘅喎，地方可以本相亲呢安装。啊，个等你后来1976年，你由本政府署长一级管理，等你分批产的，那你应该应收同样会还有分批产的。那么医务所的呢，就也还搬家相亲，等你后来呢，香港的社会医疗逐渐完善的时候呢，有那里的搬家医疗就慢慢就失迷了，就不再搞了，好搞也一样。就因为香港政府嘅教育方面不太完善，学校不太增加，所以啊，令嘅五家学校呢就开始在1975年左右就开始失灭哟，就唔再有嘅哟。啊，咁啊，我哋喺你后来在你就成立一个呢，喺度奖学金，咁啊就每年奖励呢，在行业方甚至优秀嘅嘅前3名嘅呢，通常中小学。如果要得到一笔，当然师母就唔睇嘅，他一个你1000万块钱你嘅奖学金，同埋鼓励一定嘅你嘅读书啊。创派先系2000几人啊，今下有几多人做有会员？啊，今下你就因为用你老嘅老做嘅做呢，就今下都睇过就1320几人左右咯，啊。啊！内地81年开始开放中港2天往来，咁我哋嘅同乡会要就开始减少支费啊！而且唔需要搭工人嘅嘛，以前嘅工人都做一边，相亲参加支费交流、相亲相恋、传递信息啦、乡下嘅情况啊，系嘛？要搭你嘅工人，同埋当然要提供医疗、教学，以及你嘅廉价嘅服务，然后跟住都开始失眠。后生人很少嘛，会加入入到嗰度会啊。有哦，有，嘿，还吓，还有嘿。听讲以前咧用客家话嚟开会啊，点解嚟嘅？开会都好，都系通常都系用客家话讲嘅。如果要嘛发通嘅呀，特别系乡里旅游啊，都依度都系讲客家。我客家话传承来讲呢，我哋依家同乡会我系做得比较好啲嘅。那个年嘅每年都会出嘅会刊呢，也记录我哋好多客家风情啊，我哋客家人嘅发通嘅各方面嘅，都会采用客家嘅形式，好像我哋以前也搞过客家美食啊，咁啊来弘扬我哋客家嘅风情啊，同埋传承我哋客家文化啊，唱山歌啊。
呢啲醫科邊嘅啲嘢，二日同樣應該係阻力比較大嘅啦。小李先生，啊，上半下咧，有啲有隻灰咧，有冇嘅主要嘅發通嘅用咧？捱得二十飛鄉咧，就每人春秋兩季咧都會喊親了飛人啊，帶點食嘅子唔啊，去轉模樣，轉鄉下，等佢哋對鄉下有個感情。每人先咧都有兩三百年嘅哦，兩三家嘅嘅太巴士，做點太感人轉去，轉各扎人模樣啊，照亮啊。新年五饭啊，各只人都会死的。春秋两季的，很多去拜的用衣裳的。是啊，那点呢？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去拜在先人。春季呢就人呢人是比较多，都有两三家巴士是要飞人去的。秋季就比较少，秋季就系真系外边离甘市嘅东西，春秋两季都会是。初生有先见呢，就系雕上，一只灰嘅甘肃做，矮些人地辈咧，都系食五六十箱雕嘅，全部都系显靓人嚟喎，有显靓人吓。系，系显靓嘅，在嘉义所举办嘅活动当中呢。譬如春明啊，春秋两季咧，我都有参加。因此对嘉义五叔嘅发通同埋双亲们嘅情况咧，我也了解很多。我感觉到嘉义五叔嘅双亲浓厚，客家文化保持得很好。所以我加入来以后咧，就感觉到有归属感，感觉到很好，因此，我好愿意在嘉义五叔的活动当中，可以做到的东西，也希望嘉义五叔的恢复会往后更加创新。啊，首先我这边的这个庄先生哦，也是五凡人哦，啊，就通过五凡阿哥硬打硬啊，就好硬啊。第一个印象呢，就有好多大厦啊，踢足球啊，嗰啲名人啊。第三个印象呢，就系我记得香港好多人移民啊，都喺三百几年前从五华搬过来嘅。系有咩意见呢？哦，喺啲五华人呢，因为呢系比较山区嘅地方啊，山区地方天气比较少，所以呢就耕田都耕唔到，知道。咁啊，就為咗出門啦，踢足球啊，啊打膝跳啊，打鐵啊，係嘛，扶膊跳啊，嗰啲出奔車嗰啲少嘢咯。所以都就都已經來到香港，就先雞坐啲不坐橋啲咪邊啊，先雞人見面咯。我喺平陽嘅坐陰山，如果我喺平陽嘅路上能夠清涼。伊今日也个五十个太家庭，每年有春秋两季搞得一好，啊，还有那就有每年有一两次旅游，都是可以游飞飞人参加的，所以都得一好，啊，身体也还算可以，也就希望你状态下了，加以五十个顶。啊，你意思你要教两年啊？系啊，系识喺度教两年，大部分都系台湾人嚟咯。系咩？我祖先喺照亮啊，唐公照亮啊，东山区先发东区啦，你啊，做移民哈，做喺台湾。但样你冇转过去照亮？我忙去都上去，系我嘅叔伯阿叔啊，佢都上亲咧台湾。有转去居住啊，是个祠堂，遐客家人吼，当主从亲情啊，家业也个家业无数啊啊，大家像人咧屋企人样个啦。从一只访问之中，我都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一动天起客家人大量移民香港之后，系一非常怀念自家嘅家乡。而甚至可以有一隻年而夫初的同鄉灰的，對當初同鄉適應香港社會起了後體的作用，
今仔日到水人最好讲，到出海睇板蛇，行一向染湖盖。今日就同向灰的作用又慢慢变成纯粹的涟漪咯。后来我今日在丽江假烟五叔，又就放满咧，就带我哋回去啦。多谢各位。